这是哪里呀？这是医院啊。你昏倒了，是我送你来医院的。哦，对了，百货公司。嗯。你好面熟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天被烫伤的那个女客人，对吧？嗯，是我啦。我叫夏菲菲。夏菲菲。嗯。菲菲。啊，你就是浩谦的那个女朋友，初恋情人。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是仲瑜的干妈，今天你救了我，有些话。可是菲菲。